虽然我们武林两派是世仇，可感情是不能控制。我和曼柔相爱，且已经成亲，恳求岳母大人网开一面，成全我和曼柔。娘，闭嘴！你没有资格叫我娘。求您成全，不可能。师门跟敌人，你只能选择一个，不放弃吴子涵，那我只好。 把你逐出师门，不错哦。反正他这个门都已经输了，逐出师门嘛，不要带他们到我门。你要我放弃师门，女儿做不到；要我放弃此生，将再无意义。若是娘亲执意要女儿做出选择，那。 我只好以死明志。你堂堂不顾为娘苦心的栽培，你一意孤行，女儿心意已决。好，你就去死吧。 不行，你若死。 我逼不得火，哎呀，你这傻儿子啊哈！为了这查某囡仔，什么代志拢敢做哈？细只的乌色馒头，你偷得掉，无你气死呢！世间敢拢无查某的吼？娘，若水三千，我此生只娶这一瓢。死囡仔，既然我们无法获得师门的谅解。 可否与我共赴黄泉？你生我生，你死我死。